谈判嗰阵，句句都真嘅咩？我要你帮我准备一架车。我会想办法令你可以安全咁离开，我系为咗救人。我想提下你揸成个手榴弹，衍生意外。勇敢同埋蠢咧，一线之差噶咋？中意有人做就得，我乱咁多人，点解一定系我咧？自己人信唔得，唯有揾我。嗯哼。我系出行喺督察，我手上面有四个人质。 落呢个至少有三个进攻点，你一攻入门我就杀人，杀得一个得一个，睇下边个快。我信你，我一定会帮。唔好同我讲啲行嘅。Sorry， 因为我俾人陷害，我一定要查出边个杀人犯，边一个诈骗警察高利基金嘅钱。警察快来！系咪要杀我？上文伟佢癫咗噶啦！求求你哋，唔好拉再拒绝佢啊！而家少咗两个警察。 我决定终止谈判，我仲有人质，唔使谈判。你教我点重启？我打进攻，要杀我啦！追击手，即刻开枪啊！呢个系命令。张文伟，我仇紧你。